比赛即将开始。蓝方选手获得一个背后控制，获得两分。感觉很有机会做一个滚桥，抓紧时机呀！在这种时刻，只要一个没用力或是一个失常，其实都会让自己损失掉很多分。对，没错，这是选手的一个判断。哇，这个单臂四分，有机会可以压制吗？两分，哇！现在进入压制状态，有机会吗？哇！恭喜红方选手获得了金牌。